家躺着躺着，对。这边雷自己上去。这边解答你他是不是啦？一方的副包真的很不行哎，不上了。啊，郑南中稍微顶一下。他是唯一到游泳池哦，不下水的，不下水的，他只是为了拍照在那。他没有跳，没有跳。那我还是你来这边有潜水游泳过吗？你看有跳没？他说他刚有跳下去。哦，他这样子叫做滑下，就是掉下去了。所以他的游泳池真的是晒太阳，真的吗？你拍拍照啊。Hello， 李仔，等一下。会越飞越高，开始有一点速度呢，离心力就出来了。